然后12月19号你们要做什么呢？还没想到吗？没关系，我已经帮你想好了。修修你华山文创园区的能战嘉年华，从早上11点到下午5点，有满满最精彩的活动，里面有市集，还有国军的表演，适合大小朋友跟亲子的射击体验，以及伞兵模拟，还有宪兵酷帅的重机拍照区。我展元跟蔡尚华共同主持喽。重点是壮壮也会表演哦，最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玩啦。长官在讲，有没有在听？12月19号在哪里集合？华山呢？能战嘉年华，能不来哦？不能不到哦。12月19号，华山文创园区的能战嘉年华，能战嘉年华。12月19日，高级壮壮、杨子、大牙周也可以会到，我在这边等你哦。华山集合，小心。看完能战嘉年华的预告，各位观众是不是更加心动了呢？ Sure, I'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incoming Armed Forces Carnival. 真的很期待即将到来的活动呢。